我諗唔止係八九十後中意玩嘅，其實我哋啲唔係八九十後嘅人咧，都係中意翻公司開心好玩。我自己的經驗或者公司見到咧，八九十後嘅同事咧，都幾清晰知道自己要乜。同埋而家比較感言嘅，佢會表達向上司話俾你聽，無論行動或者語言上都會話俾你聽。咁我諗要盡可能去喺工作安排上俾機會佢哋啦，配合佢哋需要俾佢發揮啦。要嘅係多啲自由度，多啲信任。咁同埋我會覺得加強溝通好緊要嘅，同佢哋一齊嘅時候，俾機會佢發揮佢創意，俾機會諗多啲唔同嘅新嘢。佢哋要嘅可能係新鮮感。唔中意要黑板咁同一個工作重複又重複咁做，同埋喺唔同嘅公司咧，我諗相信係唔同嘅崗位俾多啲嘗試佢哋。例如喺我哋公司咧，我哋好開心，亦都好鼓勵同事咧去轉部門、轉工作崗位。可能同一個工作崗位做咗兩年，有一啲發揮之後，我哋希望佢轉一啲另外嘅項目，等佢有多啲唔同嘅新嘗試，佢喺公司嘅貢獻會大啲，佢自己嗰個感覺亦都好似係。其實他們很喜歡轉工，是不是真的想轉公司離開公司？未必是，不過只不過同一個崗位已經有少少覺得沒有挑戰性了，差點新意了，嘗試在不同的崗位給他們多些機會。